在这儿，天，刘玲亮了，大夫说你现在不能见光。 等眼睛恢复了以后，再说呗。我做噩梦了，我找不到他，我擦出多少血，我擦了好久，好久。 谢老板，钱收好啊！咱们算合作愉快了。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，绝对让你忘不了。这一口要你吸进去，太劲了！不了不了，你来吧。我早上刚吃过，太顶了，灵纹粗油啊！咦，你这粤语够标准的啊！<笑>这杯有危险。 跑！欢迎，赵飞！干！你根本就没动手，来财务，全部放你家里放走！滚！
你来干什么？别捣乱！下去！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，确实是大型发现的。里边有证据，快快快！拿证据！胡干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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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拿下吧，别管手起来点。嗯，行啊，好。哎呀，谁挠的呀？挠这么深，这看着都疼。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？你打个仗，他下手都埋汰。还得是你能打呀，哥。可不咋的，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，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？哎，你可别给我吹了啊！顾老师，你今天你是怎么发现我楼上露馅了的？是这样的，吸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，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，不会这么痛快地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，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。老师，受教了。是我受教了，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，以后我会努力的，不给大家拖后腿。你说哪儿去了？没事儿，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的快啊，我那楼上指不定干多半天呢。小北，你伤哪儿了？老舅，你听说你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得擦破点皮儿，没事儿。你咋来了呢？我咋不能来呀？你有任务，我也有新任务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。真假的？那当然了。呀，这是哪部门新来的？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。哟，南方来的，难怪这么秀气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坐下吧，都坐下，坐下。行，来啊，坐。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辛铁刚同志，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，战功显赫。我北哥的师傅，我的师爷。行了，就别扯那没用的了。以后就同意啊，这都叫老舅。啊，行，小北，这又是你的吧？你瞅瞅，整的缠头裹脚的，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？说你也不敢，别操这心了啊！哎，老舅，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？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，二线了现在。本来能提前退休，我就不干，非要回来遭这罪，你说咋办？我在家待才遭罪呢，等到我这岁数，你才能知道这儿有多好。喂，都没吃饭呢吗？没呢，跟你们说一声啊，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，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。厨师长、厨师就我一个人，想吃啥可以点菜。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。好，辛苦了，老舅。哎呀，别来这套了。哎呀，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？啊。毒品按照来源分，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。鸦片、大麻。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，海洛因、冰毒、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，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。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，你们都听听，这讲的比我好多了。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。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。哎呀，顾老师，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？这都化学公式，也谈不上上课吧。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了，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。哦，还有，不用叫我老师，喊我名字就好了。还是算了，这打小就处老师，哪敢叫你大名啊？还是叫顾老师吧。是啊，我们还得查案呢，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？你要查毒品案，首先就要了解毒品，了解化学。
哎，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，你们也多学一学，都有用。但是，这书整的也太厚了。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？那可不，就好比今天的行动，靠的还得是这个。是啊，今天这事儿啊，就是赶上了。就算我们进去晚了，我哥一人也能行。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，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。咋的？显着你了啊？就你有文化呗？小光，干啥呢？给我坐着。那顾老师给你们上上课啥态度啊？顾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，那火力旺，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，忠言逆耳罢了。顾老师，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，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？你寻思错了，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，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，一起出任务，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，直到案件侦破，每一个毒贩都落网。好，有顾老师给咱加持，还有啥抓不了的毒，对不对？是。老舅啊，来来来，准备了啊！哎呦，我老舅，哎，接一下，马上开灶，不用不用，烫烫烫烫烫，别好嘞，马上就来哈。这行啊，那啥，老舅，我帮帮你。哎，快点的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炒河粉吗？你不认识啊？东北名菜，猪肉炖粉条子。没见过。这我们东北特色，你们那儿有吗？我们那都是煲汤，煲汤。行行行，坐坐坐坐来。这个是菜啊，菜不是主食啊。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儿当主食啊？这是主食，大米饭。哟，这米香啊。来吧，不是随便吃一口吗？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？咋的，文化人惊着你了？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。还有菜啊？关心一下你。哎，齐了，谢谢。来一首。小顾老师啊，你能吃辣的不？喜欢吃一点，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。哦，那就是不能吃。行了，有数了。咱现在专案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。还有谁？这个。哇。长得挺猛的，吃一口辣窜三天。你不能吃辣还吃蒜？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？吃饭不吃蒜。香味少一半，就是。你别白活了，快整吧。嗯。咋样，吃得来不？嗯。别白活了，赶紧整。你们还吃吗？嗯啊。你吃你的。哎呦啊，挺能吃啊！来来来，都咬上来。这海量啊啊！因为有点萝卜丝儿。好，这都第三碗了，还能吃呢？你还让人家长见识，你长见识了吧？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？我就是坐办公室的，我才吃一碗。我就喜欢这样的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你们几个，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，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。别扯，老舅，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，你这一年级咋的？一晃就得上大学。我告诉你，哎，等到时候啊，案子一结了，那我就退休，带上孙女。我去海南，我度假去。老舅，这话真别乱说，你说了容易出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滚犊子！你疑心，欠揍一天。行了，这都吃完了哈。行了，你们忙正事去吧。
老舅，我们帮您收一下吧。哎，不用了，对，干活去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来，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，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，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。国柱啊，嗯，你跟瑶瑶，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。是。你拿着资料，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。行。嗯。哎，那我呢？哎，你刚来，吃的又多，你在这儿消化消化。哎，两位这边，上回你们来啊，正好赶上我休息，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一会儿有需要你们说啊。啊，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。就这几个座是吧？对。哎。31号那天，这边坐的什么人，你还有印象吗？31号啊，哎呦，那么多天，我得想想啊。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那边啊，坐的都是一帮老娘们带着孩子。哎呦，这一路上滋哇乱叫的，这印象老深了。好不容易哄到半宿啊，稍微安静一点，就一片呼噜声。哎妈呀，那呼噜声老大了，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。那这帮老爷们儿具体啥样还记得不？反正是没有老头，20多岁、30多岁的都有。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？自己来的？应该都是自己来的吧，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啊。坐这儿这个带没带啥可疑物品？啊，这个应该不会，我们上车啊乘警都会检查，如果没有查到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没有。行，没啥事儿啊，我们就问问啊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客气客气。表不错啊，带着玩的。忙着吧。哎，有事您说啊。辛苦啊。哎，客气客气。小光啊，在这盯着。行。这天儿也晚了，晚上没啥事儿了，咱是回局里还是回家呀？回局里。顾老师在那等着加班给咱上课呢。咱查案压力已经这么大了，这人怎么净添乱呢？高局请人过来的嘛，有他的道理。你啥时候这么听高局话？红灯。哥，要不咱想个招给这姓顾的撵走呗？你把你这些心思都给我用在正地方啊，想啥呢？不是，我寻思着咱好好的专案组，他一个外人天天指手画脚。开车呀。这事儿啊，小郭，你咋这么想啊？你说你开车开的咋样？我开车咋样你还不知道吗？整个哈兰市你说去哪儿我咔的给你干到。那要出了哈兰呢？出了哈兰，那铁定抓瞎呀！啊，对了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这几年啊，这个新型毒品越来越猖獗，啊，咱们警察队伍里呢，又没有专门的禁毒队伍，警校里也没有相关专业。你说哪天咱要真碰上一个大型的贩毒组织，咱都搞不明白。就像你开车，你开的再溜。你说你不认道，那不都抓瞎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给这孤人当地图使呗？你开车呀，就把它当个地图使；你要看书呢，就把它当个字典用。所以说，这顾老师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缺的。你说摆着这么一个新型毒品百科全书，咱干啥不用？我明白你意思了。我吧，就是看不惯他这出，老是拿个劲儿。把心放宽啊，咱这哈兰呀，条件这么艰苦，人家待不了多久。明白。催化加氢法分为三个主要步骤，第一步叫氯代，麻黄碱和氯化亚锋通过反应后生成氯代麻黄碱。第二步加氢脱氯。
差不多得了，几点了？大伙儿累一天了，早都该下班了。嗯，下班？你是不是都困了？是吧？你看这群众都呼声在这儿呢，赶紧吧。今天内容确实有些晦涩，今天就到这里。下班，下班，撤。顾老师再见。 哎，顾老师，你把你箱子拿着，直接扔我车上去，我一车就给你拉回去了。去哪儿？去我家。哎，二楼就我家，跟着上。那还不睡觉啊？啊，哎，一会儿就睡。 过来，上这边站，门不好开。来，进来。哎，在这儿咋样？你这墙都涂成黑色的，不压抑吗？以前也是大白墙。 然后我小时候迷过路，眼睛叫血给晃着了，看不清东西，给我爸我妈吓得都给涂黑了。啊，雪盲症，差不多吧，瞎了好几天，但后来好了，没啥事儿。进来看看来。哎，咋样？只有一张床，俩床，我这还有一折叠的。来，等你睡上面，我睡这个就行。 没事，我也可以睡下面。楠楠让你睡下边啊，我睡这个没事儿，我这床贼习惯，以前出差老睡它。好，谢谢。小郭，吃饭了。哎，楠楠，你这都收拾好了？回来再弄吧。这楠楠呢？忘了。楠楠，吃饭了。楠楠，这是你家。 啊，我爸妈跟我妹住这儿，这一趟全是我家，还行吧？他是没下班啊？可能是。那不管他，咱去吃去，走。跟吃边的，走。我不干了，这有点开胶啊，粘一下。 哎，爸，哎，这都快下班了，就不给你们铁锅炖了啊！凑合啃点鸡架得了。哎，这怎么能是凑合呢？啊，我叔弄鸡架啊，在哈兰绝对头呢，就吃吧。哎，娘，这话我爱听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哎，小姑，别客气，赶紧上手尝尝我们东北的大鸡架，贼好吃。谢谢阿姨，拿手抓，你别拿筷子，拿手抓吃，看看哪有拿筷子的。手抓香。 哎呀，嗯，好吃。哎，多吃点啊！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本来想给你们炖大鹅的，你说都几点了？嗯，哎，今天这顾老师上课嘛，要不是上课早就回来了。抱歉啊，我以后注意时间。行，以后晚就多注意啊。哎，哎，不是，这还有以后呢？你吃你鸡架子吧，那么些废话。 你给他们讲课啊？那可辛苦你了。这帮孩子小时候不爱学习。不是，婶儿，你这胳膊肘咋朝外拐呢？什么往外拐、往里拐的？不都是一个单位的吗？为人民服务还分这个？那你看，我妈觉悟的比你高。你说你警察干的啥玩意儿？就是，要我说呀，年轻孩子们多上上课有好处。哎，我们那辈人就是吃了这没文化的亏。是。
哎，叔，嗯，这几家店都开分店了，那再过几年，这不全是连锁？这时候你谦虚上了，你来事儿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嗯，那可会来事儿呢。叔，您这几家店生意这么好？哎，你看看，就咱这铁锅炖、大鸡架，你别说哈兰市啊，就这江铁区，哎，远近闻名啊。啊，就是哈兰市，谦虚啥呀？对啊。哎，初一吧你就啊！哎，这咋是吹呢？你看，小顾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见那个正北开的那辆小破车了吧？嗯，一开始俺们老两口就是开那车绕市里出去卖这个鸡架，后来做出名了，这开了店了，日子才好起来，对吧？日子过好了，换上大货了，那小破车啊卖不上价，那里边都是鸡味儿，谁都不买，给我的。行了。当初我可算是头一批下海的，贼有远见。哎，你那下海呀、啊？你那是？你那叫下岗。哎呀，咱这是下海，咱这挣点钱了，怎么不对呀、啊？爸，啊，说了出去抽去了。哎，赖我，还这怎么在屋里给叔点烟呢？那才回来呢。管我呢！哟，我出去啊！爸，这个不能在屋里抽吗？嗯，我家前天着火了，然后我妈就说一规矩，任何人在这个店里不准抽烟，谁都不好使啊！高级了也去外边抽，让你吃。饿死我！那你吃点。哎呀，这帅哥谁呀？你好，顾依然。啊，你好。你瞅你那厨师，给你踹出去好不好？我们谁来同事？这我妹，郑楠，我亲妹妹。咋的了？烫头了？这我们发廊大师傅给烫的，你就说吧，好看不好看？我觉着吧。还是原来好看，对不哥？确实不咋地，这显老这头发。我你照顾他。是，你俩懂啥？这是现在流行这样的。流行老啊？太成熟了，你这。那个啥，明天我到发廊找你去，你给我修修头发呗。你三天两头往我发廊跑，是你试试吧，你再剪你这头就秃了。嗯，依然哥哥。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吧？哦，我花州来的。你粤东人啊？那你肯定会说粤语吧？这不废话吗？问你了吗？我自己在走光了。哇，这粤东话就是好听啊！那你会唱歌吗？张学友的歌？这个真不会。哎，我会啊。山花似美红。哎呀我。雨冰随。你俩真一对儿。你们师傅走了。啊别哥。顾老师，顾老师。我这个粤语咋样，正宗不？挺好的。以后尽量少说。你那粤语还不去唱点英语呢你。是都被你吓跑了。哥。嗯。哎呦我天，这哪整手机啊？这我们老板娘她要换新的，不要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可年底奖金全搭进去了。你说你整这玩意儿那么老贵，花点钱干啥呀？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？买的时候得大几千呢，那是人家用旧了，不要了。你别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，这打传呼又找不着人，这玩意儿好使。真是这老大不小了，这老是让爸妈担心的。你别这，还在我妹妹啊！哎呀，谢谢我妹啊！你干啥？我头发。哎，那我发工资，我给你补上啊！哎，你拉倒吧，就你那点工资，吃饭都不够你。哎呀，快！吃。哎，这边。老板，打电话多少钱？
5毛，外地1块。喂，大佬，我中暗号了，你得好谁好的。放松，我们休息。伤的我在黑夜里静候。